韩国型男 TOP 日前嚟到香港嗰阵个样劲攰，唔少 fans 都好担心佢够唔够休息。大家唔使担心啦，事关呢一晚佢已经叉够电，着上红黑印花西装嘅佢全程笑容满面，话好开心嚟到香港。期间佢又对记者挥手大晒酒粒，咁鬼型想电死人咩？